新西兰 Channel 33电视台的观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凤凰卫视主持人杨舒，祝大家虎年大吉大利，大显身手，虎气冲天，虎年行大运，吉祥如意，恭喜发财。新西兰 Channel 33电视台的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宋中平，虎年行大运，吉祥如意，恭喜发财。新西兰 Channel 33电视台的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凤凰卫视主持人李雅倩。大家好，我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王峰，祝愿新西兰 Channel 33的观众朋友入虎年，鼓虎气，虎年一切顺利。新西兰 Channel 33电视台的观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秀琴，祝大家虎年到，好运到，身体健康，生龙活虎，恭喜恭喜。